陈一栋，对你散开，打开你们的双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交换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我们的少年学院的孩子们来自台湾各地，有的是从少年法庭送来，因为他们是有偏差行为，有的是因为受虐或失亲失养被社会局送来，不管他们是怎么样来的，那每一个人的一张的资料上面有他们的照片，其实我看的不是他们的资料，而是他们的灵魂，所以我们也有需要用爱来关心他们，让他们能够蒙拯救，灵魂被洁净了以后，那将来就有前途。他们共同的一个需要就是被爱。我要去找明珠老师，我去。你的车子走了，糟糕，没有关系，啊，补充了去吧，我来送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啊，你处理事情，来，我马上来，我带你去，那你赶快捡起来，我带你去，来，赶快，来，急了。你是永志，永顺。我来，这里。那你跟哥哥换。哎，喝不到。用吸的哦，这有吸管，里面是有吸管。你去穿外套，这样子太冷了。兄弟吗？对啊，他们两个是兄弟。那哥哥是什么？弟弟是什么？没有，他是一个口袋。小孩子的鞋那个人，他们是家暴的吗？不用再说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没什么好说的。给他们来玩的吗？哎，来住在这边，你去穿吧。来玩的。嗯。来过来，我帮你们收。是新来的。其实他们真的太小了，第一个晚上会，对啊，然后尤其哥哥一哭，小弟跟着哭。
哎呀，小弟哭完了，哥哥又接着哭。哭到几点？大概十点半。大概十点半就安静了。这不用冲，这菜瓜放到这边，放进放进。好，把碗冲一冲。背景都很快就会适应，因为他们不是说在家里很娇贵的，所以很快就能够适应，然后是大团体的生活，很快。好，这有。保存呢？还一个，还有另外一个。那我们这边收容的目前收容的人数有40位，那收容的两大区块一个是社会局。保护个案，所谓的保护个案就是家暴，然后是失养啊，或是单亲啊，或是贫困啊，低收入这一类。那另外一个区块是法院判决，就是屡犯危险少女，也就是说他犯了一些刑事案件，他本来应该要接受法律的制裁，但因为有上福利法保护公用，所以法官就会把我们这边当作暂代服刑，也就是保护教育。包括教育安置机构。加重窃盗罪，连续偷啊，这边偷再到别的地方偷，这边偷再到别的地方偷，就被抓。因为我家庭不是很好，爸爸妈妈离婚啊，然后爸爸爱赌博，我小时候就是我爸爸就带我出去赌博，所以生长在那个爱赌博的环境，都是爱钱啊，所以有时候都会想要钱。白天睡觉，晚上就出来玩啊，就做一些坏事啊。偷东西啊，有的没的这样，因为我们以前在外面就是有钱就老大嘛，所以要有钱才有面子啊。我来这里大概一年半了，到母亲去世的时候，我就心情好像都变得很糟糕，就是每天照三餐打的嗝，有棍子啊，后树棍啊，救谁啊？特别惨，就是他抱地啊，就是帮他浴室啊，帮他里面浴室里面，然后我被帮他那个什么推菜的那个推菜铁的，然后他把他立起，然后他不就咚咚，然后他就绑起来，绑起来就用那热水啊泼，就身体就用热水泼，然后用那烟啊就用。我们两个被打的时候，他说是躲在我后面，我在前面打的。我很恨我家庭啊，应该是这么讲啊。从小被他们打到大，喝酒就打，不爽也打。什么爱憎之前那些都是讲难听一下屁话。
那这样就只是钱，那我把你抓狠狠打一顿，然后我说我爱你爱死了，那我这样的，那我把你打死不是爱死你了？那我这样，不是这样讲啊。有些人都讲说什么打在你身痛在我心，在打的时候还会笑的，怎么讲？那棍子上就是这样写啊，那棍子上那样写，可是我打他你身，问题是我痛得要命，那痛在你痛在你心，那都流血，你心有在流血没有啊？对不对？我觉得那只是会打我的女人，不是我妈。可是问题是真的有时候觉得说，要恨的时候又觉得说，那是我妈不是，感觉是很奇怪啊。你傻耶。没到，他被你用光了。这关就没有了，然后再买。有时候觉得心里有点肮脏，要不然就是有点忧郁。来这边对我而言没差别啦，比如说有来跟没来都一样，就算来了，只是说断绝两年以后就自由啦。其实在这边可以自我约束会比较好，在外面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连爸妈都管不动。现在在这边的时候，妈妈讲都会听的。啊？我是刘建祥，是个混血，然后现在国中一年级，也是慢读。我想我妈妈，因为从小到大没看到妈妈，只有去年的那一年就看到妈妈一次，然后希望有一个幸福的家庭。为什么？不能了，爸爸和妈妈住在一起。手这样给他像，不能，气死我。74天，你每天都有算哦，不然怎么可以马上知道几天？日历呀。没办法整理，没办法处理他们，我该睡觉了。我就感觉他们来的时候，他们生命是破了很多的角，好像那个拼图还没有完整，一块一块。那我们在那边帮助他一块一块把它拼上，那拼上需要时间。那有的可能住几年我不知道，因为社会局转介的可以住到18岁。像他们如果愿意的话，可以住到18岁。你想带几岁？永远都在这边。为什么？因为这边很好。那你这边好看，这边读动画大学、啊。哇，那么贵。其实很多人都想回家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们是害怕回家，因为那个噩梦，然后害怕。其实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伤害，那我们不可能去帮他们弥补他们的伤害，只是说在这个上帝爱他们把他们圈到这里来的时候，我们一起，其实照顾他们我才成长更多。你怎么还没睡着？有啊，嗡嗡之王。自己睡一张床会不会害怕？不会啊。啊，弟弟呢？弟弟会不会？不会啊。你怎么知道他不会？有时候会不会想家里？不会啊，真的吗？拜拜，晚安。晚安。再见，我要关。好好
做监狱工作员十几年的时候啊，就发现我们到监狱里面去做工哈，就觉得矫正机构哈，你救一个，但可能就进来两三个，赶不上进度，所以我们觉得，有需要再往上游一点，就是他们在边缘的时候，我们赶快用爱拉他们一把。因为一旦进出监狱，就是像那个少年关护所，十八岁以前如果进来四次，按照统计，一辈子都要在进监狱进进出出。大人的时候也是一样。我大概每个礼拜会来这里一次，已经做了有十几年，历任的所长很多很多，然后做到现在。那现在因为我们少年学院成立了嘛，之后很多孩子就送到我们那里来了，杨锦也是。明志明章也是，昌隆也是，还有像于正好啊，正好啊也是，好多都从这里送到我们那个少年学员嘛，少年学员。少年学员。谢谢所长、副所长啊，有这个机会啊，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将来都可以改变，只要你们不放弃自己，相信将来都会有前途，而且要好好的读书啊，不要辍学，要辍学有时候被人家那个带坏啊，被人家引诱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的，那好好念书。对，宜兰喽。宜兰怎么会送到这里？我上来台北上班。我在台北上班的，上海。啊，看这房子。那你第几次去消防局？第一次。哦，看起真的，慢慢的。就是我涉水多之后，美国大概六个人犯当中就一个是青少年，那我们台湾，照平均数来看，四个人犯当中就一个是青少年，所以我们台湾的青少年犯罪的问题还比人家严重。青少年犯罪最大的问题要归咎于家庭，因为有些孩子们在家里面得不到爱，被爱的孩子是不会变坏的。一旦我们忽略他，他们有些时候要搞起一些花样来引起我们的注意，所以花样搞过头了就会出状况。所以父母亲的责任很重要。好了，是连了啊，连这么快，连了啊，这老师你搞掉对方惊死，吓我，好吧，心跳嘛。老师每一次来就看你爸爸脸色。你爸爸好，还比先来笑，我就感觉比较好。我就看你爸爸呢，老师就开始烦恼。出去玩可以啦，我们都不跟你出去玩，那不对嘛，对不对？出去玩可以啦，但是你不能出去玩，那爸爸妈妈担心啦，对不对？本来你暑假最少两个礼拜要约你来一次啦，我信任你，就暑假就一次就好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以信任吧？这样咯，好吧，谢谢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哪里讲啊？你可辛苦了。台湾的青少年看起来好像越来越严重哈，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现象，一个就是暴力化的倾向，现在的少年越来越暴力化，那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年龄越来越下降。我们以前大概高峰在16到17岁，那现在在降到13到14岁。各位不要小看那个监狱的那个受刑人啊。那以少年感化教育来讲，一个收容的少年一年的那个费用是100万，这是一个很庞大的费用。那有什么理由我们的社会一直往这个黑洞里面一直在投这个钱下去？为什么不让这一个犯罪者他受完刑之后能够成为一个社会的奉献者，社会的一个贡献者？那我是觉得说这是应该是一个良性的行为。所以你看这些犯罪者持续不断再犯，我们总是责怪他们，然后加重刑责，我觉得这不是这样的。
因为学独轮车就是一个很困难的，你从拿到独轮车会站到它上面会骑它，哦，这就是很困难的。如果能够给孩子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成功经验，当他一生当中最大的依靠，他不是依靠他的父母，也不是依靠其他人，而是依靠他生命过程当中曾经有过的这个成功经验，我觉得这些孩子就是永远不会走偏。你看那个独轮车会跟不会就差在你有没有骑成功过，如果你成功过，你在骑的过程当中你就不会掉下来。像我们在骑这个上车要克服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恐惧感，因为你一骑上来之后很高很高，你一怕你就想要掉下来，可是你那个对自己充满了自信，你有成功的经验之后，你就骑上去你就认为它不会掉下来，你就会一直往前。这个我是认为说这个会给孩子很大的自信，因为你成功过，所以你做什么事你就觉得可以试看看。九点到，九点的火车。那我们都是庄老师从那边，然后两部火车就会在那个光复。对，走吧，吃饭吧。看到钟家已经来了哈，还有我们卢哥，不，卢哥，那老师有一个礼物要送给各位，我要送给你全世界最好的独轮车。类似这样的，但是会比这个更漂亮，会比这个更漂亮。啊，到时候呢，老师会在这里帮各位把您的名字写在这上面，更漂亮，让各位能够当作一辈子的礼物。那我们希望骑着这样的车子，一起去实现我们的梦想。我们要去环岛1000公里，我们共同为这个梦想去做努力，没有什么不可能的，啊，因为我们在创造奇迹。全世界从来没有人像各位年纪这么小挑战这么样一个困难的。真的，我扶你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来。阿仔，所以你看，你要多骑多骑的来，加油加油，给你们加油，快点！我不要学这个摔的。照顾的动作，对，我也要拍照。你早上要带起来了哈。好好好，要往前骑，往前，往前骑。嗯，车子要抓住，车子要坏掉。不该往后倾，要往前倾。你看那个人。辛苦了，三千喽。多好玩！你应该鼓励我才对啊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虽然我的骨头不像你们那么健壮。都问你，我要带你。你有没有练习骑了？骑不成功。骑不成功啊！骑不成功怎么办？我们要环岛吗？对啊。我要骑脚踏车。不急不急，你控制住，不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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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慢来，不急。我下车会变快。我下车会变快。不错不错不错。对不对？有抓到感觉的，对不对？嗯，一点点快要抓到了。哎，对，一点点快要抓到，对，很有进步啊。我抓到羽毛了。抓到羽毛了，好。接下来就抓到皮了，来。大家一人要加油。别走，别走了。站稳了，站稳了。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很好。加油！大家加油！大哥，请你们加油哦。你不要怕，是因为你怕掉下来，不是因为你不会。他说可以养宠物，只能养两样，我这只一滴种，然后能养螳螂啊，那蜘蛛啊，什么都养。差点养青竹石。
因为用天丢嘞，天丢没吓到，臭白木的，没你掏钱干啥？对不起。那我在华英工作，那我们很多孩子是安置在少年学员的，因为这些孩子来自于破碎家庭，啊，来自于一个私心私养，甚至于来自于一个偏差行为的过程，哦，来自于一个受虐的过程。那他们少了很多的经验，很重要的两个经验，一个是爱的经验，一个是成功的经验。那爱的经验，我们能够给他的真的是蛮有限的，因为他最重要的爱是来自于父母。那我能够给他就是很多成功的经验，让他正向积极的思考。那我就想说，用这个独轮车啊，来帮助这些孩子做一些成长。快点，快点，撑下去！来，你一百几了？啊，六十九而已。六十九，你呢？一六，来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最后一圈了哈，快点，大家给他加油，199圈了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两百，加油，加油，两百，你找得很快点，你要加油，加油了，两百。在跟他讲话呢。这个讲话。哎，对呀，我们起来了，没有了，哈哈。我可以点水了，勇敢，勇敢，好勇敢！眼泪擦一擦，我们继续。这道站起来，你看，哇，有为，哎呦！跟之前一样，就是旁边剪短嘛，对不对？留中间，我会把他们当成客人哎，虽然不收钱的，但是我觉得说怎么做到他们满意他们的发型，外在很重要啊。对他们青春期的孩子来讲，造型是代表他的性格啊。错。收起来，收起来，现在练习啊，收起来，现在不是打球的时候啊，过去练，快点，快点，球都给了，快点，然后今天球就过去，上了年就过去了，天哪，哎，见利忘义了你啊，我觉得他们把团体看太重，我也是不错啊，只不过他们，你像有点压迫式的那种，要叫你去练。也是一样，没办法，还是跟着他们的作息啊。他们说这样是这样的，也没办法，所以就这样子。可是我很想试着出去外面骑啊，可是会怕别人怎么想，因为我就会怕他们说排斥，我就是最怕排斥这一点。他在写信给他女朋友。哟，怎么办？我中的毒太深了，这中了想你的毒，真是的。你有照片？有照片哦。
每次出去玩都会想到你，我这也代表你是我的解药，所以只能等见面的那一天，你的天使之吻就在我脸上。好了，八个人而已啦，少一个，失误的，就坏掉了。加油！加油！放在里面，来来再来。有些时候我在想，青少年这个时候跟异性交往，他很自然。如果家庭，我甚至会鼓励他。那机构里面，他这一层两性关系可能是比较难处理。第一，我没有权利去要求说，你把你的女朋友带来给我看。如果我是父母，当然可以这样做，我没有这样做，所以对他交异性，我可能没有办法向父母给他正面的、给他好的建议，甚至于可以带他去跟女朋友见见面啊、聊聊天，这是我们比较不足的，所以会形成孩子谈恋爱当中异性相吸，有些时候大人都很难处理，更何况是一个十七八岁青少年，所以他就酝酿在那一边。站这边好了，这你再跌倒就会扑上来了。嘿嘿。其实孩子跑掉，我们会难过，我们相处那么久，然后跑掉，就好像我们的小孩一样离开家里，我们难过。那不惊讶的就是说，安置机构。我们这边是全部开放的空间，青少年的情绪，你再怎么了解他，他有情绪的，都不是我们随时可以掌握的。逃跑，他是一个本能的反应，他逃跑出去，他做什么动作才是我们担心、更难过的。这个月份当中诞生了这么多的人才，我们要先给他掌声。好，在这么愉快温馨的气氛当中呢，我们先唱。生日快乐歌来祝福，我们先请宝儿同学为我们起音好了。祝你生日快乐。等一下。你的诞生是快乐的，祝福大家也是快乐的，不是那么悲哀。学科跟数科能通过，脸上的痘痘可以没有。希望痘痘能够减少啊！希望我的独轮车可以练得更好。然后我希望这一次全台湾的环岛旅行，大家都能够一起参加。好。我希望我们环岛的时候时间过慢一点。哦，所以你希望能够到。绕几圈啊？六圈哦，十圈也可以。我希望能够在今年能够看到妈妈，希望我父亲能早日痊愈。陈德富，耶！你会相信的，你将不将？
不能叫妈妈拿糖果饼干哟。那你带一些玩具来我家。要骑啊！哦，进前都在骑的嘛。对啊，就进前骑可比较。哦，有闲我总来来看。伊毋是你讲，有办法若有闲就过来佚佗。哼，安尼甲你讲。对啦。做了很多太多事情，就是说让他伤心，就是。那时候不会想，真的不会想，自己只想把自己堕落，然后就是很叛逆啦。那时候因为真的很想逃，逃就这样，然后很痛苦，那很蛮讨厌的。那也像我被送去少管所的时候，就蛮很恨他。想要救，你要救你的孩子，你就要舍得把他送出去。即使没有在你身边也没关系，我们至少我们知道他在哪里，我们比较安心。每个人背后都一定有一个伟大的母亲啊，就是在支持着他们。只是当初不会想的时候，就是觉得为什么要我妈妈？为什么有时候甚至我被我妈打的时候，会打巴掌还是什么，就是很大的肢体动作。然后说我就恨你，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不跟你去死一死？可是我觉得现在说我希望能够活久一点，然后就是说。能够陪着我一起成长，对。爸爸，拜拜。爸爸骗你，爸自己说什么说？说十号来看，我就改成11月12号。讲的一定要诚实啊！一个月才看一次。你高兴那么来这边看我？经常来这边玩啊，尤其暑假到的时候，我们几乎一个礼拜来一次。对啊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子出来玩了。对，可能是从我开始翘家那时候，也是难得有这个机会啊，就是出来这边一起玩。我没有办法做到的，我现在就是托付在凯凯身上。可是说，可能是我给他的压力太多，给要求的太多，他没有办法接受。引起他本身自己反弹。那时候我根本不可能回家，因为我看到我自己不会怕，就不可能回家的。就算平常我偶尔会被警察抓回去，最多只是再被打，打完了我又跑，就这样一直持续这样，将近有6-7年的时间。之前他刚开始我们就打他，会骂他，然后后来我们就不要用这种方式，就让他自己回来。可是那时候他已经没有那个心要回来了。对啊。哎。然后呢？生气啊！我根本就不行。不行啊！我就一直真的没办法。爸爸来，爸爸可以。你先。哦，你个东西哥。你都不在乎我跑那么快。我以前我在被打的时候，我是从这个铁窗，把这铁窗打开，然后怎么样从里面跑掉，就整个爬出去，就这个丸子，对，从五楼整个从楼顶这样下来，然后往下看超可怕的。帮你介绍一个，可以啊，
时候老家在外啊，每次都被派出所的抓去，结果每次都要我去签名带回来，好几次都这样。有一次警车就直接来到我工作的地方，把我带去派出所签字，有一次气到没有去把他带回来，我就没有再去管他了。然后我自己祷告，告诉神说，孩子我不要了，还给你，也邀请他继父也常常会因为打他，曾经就气的时候拿美工刀架过杨锦的继父，叫他把孩子还给我。快点啦，哎，小弟，孕妇的只养天的，顺便帮我背就好了。这样是啊，好吧，以前的邻居看到我像看到鬼，每个都会怕。现在看到一圈，怎么摄影机来拍？没有想到我自己儿子，还好没有放弃，真的啊，真的，放弃。有一年我中秋节回家，我继父坐在客厅看到我，突然哭着和我道歉。他说：“杨锦，爸爸当初不应该那样打你骂你，请你原谅我。”其实那时候我早就原谅他了，也不恨他了，我只是很感恩，很感恩上帝让我有机会又重新回到这个家，又能够和家人团聚在一起。其实这样子就够了。发脾气不会了，这边跟薛宇最大不同的地方在哪？一起坐车，可以跟同学聊天，还有老师。他在这里没有像薛宇那样自由，自己打球。这里很热，晚上我也睡不着，大概两三点才睡觉。只要不放弃啊，我们来跟法官请求孩子的改变，他开始的错误，法官应该会给我们机会，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回去哦。但如果你在里面再违规，那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事件，那不是我们能够保证。老师，你们，你们带点吃啊，然后。
先教你们这些东西。嗯。哎呦，那大哥回来刚练，第二天。第二天啊。嗯。今天是第二天晚上。嗯，你像比我亲生的爸爸还好。他就是在我在接见的时候，我拿起电话，然后就跟我讲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想办法把你，一定想办法把你带回去。这句话，其实那时候我本来不想哭，就没办法了，挣扎。在那时候不哭也不是人了。那句话真的刺到我的心脏，很像啊，刺到我的心脏，真的我真的很感动。这你说对不对？那不是这样，还你棒槌，就真的放屁啊！你们蛋很，你们蛋狗碎，反正我不会去计较这些小事的、啊。人哦，都是为了一点点小东西争吵，心放宽一点。陈明章、邱世豪、张宝娥、杨烈、刘建雄、林家威。各位，一轮的勇士哈，我跟你们一起征战，跟你们穿同样的衣服，所以我们要同一条心。靠边，来！加油！哇，好棒哦，阳明山！这运气真难哦。他可能要跟我们还台喽，要给他颁奖一下，要给他颁奖。要下坡了哦，放慢速度，距离拉开。哪里可以喝水啊？来了。哎，两兄弟，快走，快走。
下来。有位快点，你去找一根竹竿来，把它绑在一起，然后变成两轮车，两兄弟那么小，骑得那么累，也蛮可爱的。快，加油！发烧，发烧，爆炸二头，太热了。你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这一条都没有来探勘过啊，这边是谁来探勘的？我们有来看过这边，来前面这边看过这边。啊，你怎么没有带我？我们有经过啊，那天我就讲过了，这一段路两段给你选，然后你说那一段比较好，可是我们跟你讲说那段停着不好停。昨天开会特别就讲过一次，这边我没有下来，我可以冷静，这边我没有下来。我没有说你下来，我说我们有经过。我曾经在讲有两个点，因为那天我们来探勘，跟民宿老师来探勘，这边很多人在玩，我就跟你讲说那边可以玩，这边没有办法下来，这边玩。不像今天听到老师在吵架的时候，其实心里很挣扎。看到那一幅画面，会让我想起了我爸爸跟我之前。爸爸以前爱打我，让我从小时候开始逃学，然后接受不好的环境。还有17天，我怕到时候他们冲突很大，所以取消这个行程，就又怕他们不爽，也不爽，不爽就算了，最怕就是他中途中走掉，这样我们的行程就大概就差不多取消了吧。心脏吗？嗯，好，那可以。他心杂音还蛮严重的。他就是有波动哦。对。
对对对对，在做一个剧烈运动的时候，怕他说那个心脏负荷不过来的时候，他会造成的心脏会出现状况。如果很严重的话，有时候会建议说他会做一个休息，因为你还有17天，所以你要准备一些力量起来，不要说这几天就累坏了吧。那个请坐这边来，请到这边来好不好？这个就是各位期盼的铁人赛的起点，你要放弃的我们也不反对哦，因为我们这种是可以的，你有权利参决定要不要参加。我们今天这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考验我们自己，这真的很难啊。你们问老师为什么不参加，比不赢你们太丢脸了，所以这是特别为你们举办的啊，特别为你们举办的。老师在终点哈，我在终点等你们。这一段路是你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，不是就这样子很短吗？又到8公里了。哇！你停下来，用铅笔你都给我签到，你都不能给我停下来。我车子不载你们任何人，用铅的你都要给我签上去 ，OK？ 好哦，加油。多累没关系的，因为我洗一秒把它冲上去，洗一秒冲上去。我超两个啦。你知道师傅一定要高手，那个有点像疱疹那样子，你知道？它是一个挑战，它不是。然后这水就流出来，咸咸的，一定要做。是啊，就是这样啊。你不要为了这个让你自己去挑战。我刚看那个路是两条，你知道吗？有那个，我不知道让你去，让你去尝试。但你一定告诉我，不舒服你就要马上告诉我，我车在前面。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哪里可以？了解吗？哦，有不舒服你就要告诉我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。杨烈不是感冒吗？对，还骑。他愿意。你要骑哦，我让他先中暑吧。让他坐，让他坐。OK， 这里拉链调整过，让他坐。我们相信，这次的挑战是我们人生一个很大的一个阅历，让我们人生经历这样一个挑战以后，有面对任何的困难，我们都永不放弃。没有一个人推倒任何一个人，都是自我在竞赛。我们将同心仰望祷告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好。我的热情
想洗，这膝盖都没有力了，上不去。电脑指定这个平台，你就可以骑了。我在旁边等你。可能他们自己对自己有一种期许吧，希望能够完成这1000公里，所以他们都会一直坚持。我倒觉得这一点是蛮进步的，因为他们真的是很容易因为一句话，因为一个情绪，因为一件事就挫败啊，算了算了，结果那个算了其实内心其实都还会很想要，只是他们不晓得要怎么。太刺激了，太累了，我想跟我自己讲，你太厉害了。各位大哥们，等等我这个小弟吧。快结束了，剩400公尺。还有300公尺，还有300公尺，车手加油！一二三走找一个小时，真的很棒。哦，好累啊，很爽，好久没有喷车汗的感觉。我在想自己一个人觉得撑不住啊，还好有这个其他的同伴啊，总共6个同伴，我们这6个一起冲，然后大家一起就互相鼓励一下，一直互相鼓励，我们最后终于到了。加油！哎，我走不动。这些孩子们，这个经得起这个考验。我看到这个是立德，赶快走几步，大家扶着上去。不行啊，要起。待会儿，我要喝水。待会儿要起。总算到最后，像他第一次一样说了：“我成功了，我做到了。”快点，着装，下车，
他到现在睡觉他就睡觉，我就觉得太累了。在哪里？我全部下车，全部下车。对，哪一个不行？都那几个几个啦，就子敬啊，他们。来，通通拿着。我跟你们一起起来了，下来，通通下来，通通下来，不行了，再下来，来。他们一直在逼人啊。逼人下去骑，那已经没体力了，你还叫人家？如果逃，如果我等下骑骑，翻车到中间，好不好？奇怪，现在跟着我就是不因为我想受伤啊，不想断了这个团队的，我就是因为没有体力，我才不想这样害你大家啦。早上你们铁人都不是自己自我挑战都成功了吗？哦，赶快抢，那好，不要等着你们了，再见，加油，很快了，很快就结束了，真的。忍耐到底，必然得救啊！哦，忍耐到底，对，很快，很快就结束。他们在等我，等东西，呼吸，再一次干 K 下去。对。上车哈，冷气一吹还是想睡觉，要起来很难的，没有错。可是呢，再接再厉，哈、哦，永不放弃哈、哦，因为我们是划时代的创举，从来台湾没有人家过的，而且是由我们少年学员这些，人家好像有时候啊瞧不起耶，因为走进见到的时候，人家觉得指指点点啊，哎，拍进来拍进来不好了，哎，别办戏别操心了。可是，一旦你把这个1000公里的创举完成了以后啊，没有一个人会瞧不起你们。今天呢，我看到你们在爬那个坡的话，哈。感动，耶稣爱你们，好。一定要骑完3公里，好，请负重。休息喽！好冲刺！
我是非常坚持，因为这孩子我是跟我说那种态度，我们不是没有给他机会，从第一天开始一直给他机会。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做最后通牒，这两天如果不给，就怎么样？人觉得惰性的，我坦白讲，这被宠坏一下，真的。不是的，就是以前哦，就是在家里面都没有人教，不是没有人教，从一夜到现在。为了他们要骑独轮车，多少人在为他们付出？这些老师，你看辛苦在那为他们付出，让看不见吗？不是，我是刚躺在家里面。哦，不是，所以我们每天晚上。你看，为了这趟旅程，这么多人在付出，所以我非常坚持。这些孩子，我们留下那些珍惜感恩的，不珍惜的，我们无所谓。这种态度啊，很伤人呐、啊。非常伤人，哦，我今天本来一直很带着很大的谅解，但是我今天真的是很愤怒啊！我没有办法原谅这些啊不懂珍惜的小孩啊！你看牧师在那边讲话讲到哭了，还有人一点心动都没有感觉，真的很舍不得，讲真的。牧师61岁了，昨天撞了膝盖，说下巴受伤，一个61岁老人家为了这些孩子讲到哭。然后这些孩子不为所动，你说我怎么能够原谅他？一个这样团队带出去，我们带了多大的压力？如果这个一个孩子出了任何一个问题，我可能都要被迫免职，拿着自己未来的前途，拿着未来是不是有工作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放在那边跟他们赌。如果这些孩子不懂得珍惜的话，我有什么理由这么做？我们的房间哦，有一些电动，但我们已经把它调整好了。我念到名字的哦。不用不用。医院妈现在应该在少管所的，你在这边转嘛。先上去，跑上去去跟青玉聊天啊。不要走。等下总干事眼泪掉下来。不懂得感恩，记者，我就跟他讲，我就劝他。不用再劝了啦。我说我也累。回去好了。回去他哪里来？回去哪边？我本来想讲好了啦。这张保给太多的那种权，太多的权限。不长不大的孩子。这次我们出来的时候，活动是假说，早上起，下午都是玩。可忽然间我来的时候，这几天好像都不太一样，是早上起到一半，晚下午又起得越长。所以我就说，忽然间落差，跟我们之前讲的都不太一样。所以我气是气在这一点，为什么跟之前讲的不一样？因为我们学生慢慢累积情绪，每个学生都会，连老师都会。牧师说，每个孩子都是他的希望，他要把每个爱都送到每个孩子的身上。他要宽容孩子，他要原谅孩子无数的错误。但是我说，以一个教练跟老师的立场，很对不起，今天我们一个明确目标要做什么？去完成1000公里的环台挑战，这是我们终极的目标。如果有人在这过程当中让我们的目标没有办法完成，我没有办法容忍这样的人。就这4天来，我们一直已经容忍到极点，老师也容忍到极点。第一次我们见到你，第二次再见到你，第三次对不起，我不愿意把这样一个珍贵的车子送给这样的人，我要把车子收回来。你不配让我送你车子，如果你不愿意珍惜，那我就请你记住，哦，我们今天晚上最迟明天早上一定给你送回光。你不愿意回去，你就去骑车，说我不愿意再骑，我先骑这一趟开心。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冲动，我们有
己啊。像如果是之前的话，刚刚说有谁要回去，我就马上去冲。像之前不是这样，就是一时的冲动，就一冲动我就马上去冲，我什么都不管。我骑的时候我一直在想，我为什么要顺服要骑？我为什么要骑？我自己跟自己讲为什么要骑？到时候我找出一个答案，就是一个团队，不是说因为我一个人就改变这个团队，不可能，也不可能因为三个人就改变这个团队，对吧？我恨的是恨自己，我为什么生气？为什么因为这一点小瑕疵就闹成这样？骑起来不会很不舒服吗？还好了，只是卡缸而已，把缸门里面跑到缝那边去卡住的。哎、欸，骑一骑还要调一下。早上啊，都到齐了，到后来就发现说林光明，那跟其他同学说忘了他的手套，哎，回房间拿他的手套，就一去十分钟二十分钟，看不到人，以为他一直在找不到，所以后来我们就找人去看看他人在哪里，结果都没有发现，在半个钟头以后，我们觉得不能再耽误了，还是需要。出发，那昨天表现非常好，还拿到特别奖，100块的台币啊，然后人就借了机会去坐公车的溜了哈，很难说，会不会突然之间他没有手套，然后不好意思躲起来，也很难说，所以静待即便看看怎么样，我们再说了。光明的车，让先让，他已经回来了哦，今天会把他带回来哦，跑去网咖打网咖，一大早100块就打网咖，对，好了，我石头下来了，我脸可以笑了，他在哪里？其实只要孩子跑掉，我都会这样，都会很沉重，找到就好了，没关系。那100块诱惑这么大吗？他妈有压力，不要责备了，对啊，不要责备了，对，我们再给他个机会，让他参加体验组。因为哦，我们的孩子不是一般正常小孩，他能够理解什么叫价值观，我没有办法理解。那现在都没有，你竟然拿钱给他，然后告诉他说你不能用，我觉得那是一个试探加在他身上，因为他还不够有那个基础，对他来讲都是诱惑。那人在诱惑面前，说真的都是不堪一击的。你昨天晚上就有机会去，你为什么昨天晚上不去？啊，突然睡着了。突然睡着，所以想起来他觉得憋不住这样。对。如果你爸爸知道你这样的行为，爸爸会怎么想？伤心。伤心。阿妈呢？阿妈也是。是吗？没有看到你，老说骑不动了。啊！你是我的活力耶，没有你陪我，我越骑越倒退呢。啊！
知道吗？我希望你加油哦。哦，好，来，我跟我们一起行。啊、哦，好，先去吃点东西。啊、哦，这样以后我们就没有一百克可以领。哎呀，恐怕卢冠他有点生气。难免都会发生的，因为他们比较特别，所以这个也是我在考量说要不要拿奖那个发现金给他们，因为这个哦两难呐、啊，因为现金对孩子是一个最大的鼓励，但是你给他们现金，就是打电动啊做什么，所以这个有时候很难在这边取舍。但是如果你对其他孩子，因为他这样对其他孩子你不发花给他鼓励他的话，那你是不是就等于是否定了其他孩子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考验呐、啊。没有人家香哦，这个为什么怎么回事吗？因为如果你要让他记忆起，你就一定要处理到让老师辛苦，让孩子辛苦，尤其是这些大孩子。我相信我对整个事的了解，他是要全部带到底的，他一定有很多配方可以做。如果今天他一回来之后从头起到，我就给他机会，可他没有，他中途又上车，我就来看他。他没有真心悔改，你要叫我拿什么给你机会？如果你这么热，你看多少人撑着，他很早就上车了。如果我知道你说不行，可是他来的时候他就是真的，他不是来到真的被我们训练真的。不是不是，对，就是因为这样，就是因为他本来是这样来到我们学院之后，要把他不好的事情改变。我说我们弄钱弄辛苦就经营我们学院干什么？是不是？老师那么努力，在棋子上把他留下来，对他的一生很重要。让他知道什么是是，什么是非。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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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少年学员的环岛行程进入第九天了，今天是来到了台东的鹿野，我们要继续帮他们加油打气。今天是从花莲骑到台东，看见天气还不错，不过明天的这个时候可能就不同了，因为台里台风是直冲着东台湾而来。在明天呢，我们的防台措施都要做好的，全台湾都会受影响，所以呢全台湾都要严防这个台风给我们带来的影响的。都是关心我们的，连自己家人都不肯这样对我。
前走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原住民，跟谁冲突？什么？啊？你赶快回来！他往一直往前走，走掉了。针对建民走掉，建民走掉。江俊敏他本身在他很小的时候，家庭是和谐的。他是有一次很大的变故，妈妈死了，因为妈妈的关系，让爸爸产生酗酒。按照喝酒的人，他就会有一些所谓的暴力倾向。建明，建明，赶快出来！总干事找你。但是这是他的一个出气泄气的一个方式，就像以前被伤害的时候不光着，我们也担心他一直想回家，最后一集送了一直想回家，担心他一回家就类似压力来的时候又不出状况，所以我们担心。哎呀，没关系啊，你们就先骑啦，只要让那个，可能让教练跟罗班知道就好了。小朋友，其他可能就不要讲。嘿，大家，但其实我们都预期，这样的事情它迟早会发生。有20天，它的情绪已经累积到最紧绷，现在今天已经18天了。18天了，他稍微一些碰触啊，或有一些状况的时候，他可能就会发生。我们孩子并不像大人一样，我们小孩不像大人一样。他说他能够很快的，很清楚的去处理他的情绪，这对孩子来讲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苛求。只很努力啊，但是我努力就这样被一个人给，就是这样被一个人给用过，所以我也很不心甘情愿。然后那时候就太生气了，然后就一时控制不了情绪，然后就摔了车就跑掉。因为爸爸打的时候，然后就会跑出去啊，然后跑出去就不敢再回家。直到被抓回去的时候才会再回家，可是回家又被打，然后又会跑，然后被打又跑，又被打又跑，可能是一种习惯了。因为在家里就是这样一直跑，然后就来这边啊，遇到一点小挫折就会好像就会用之前以前同样的方式，然后就再跑。车队出来的话，不是只有车队有车队的距离。
我们对孩子没有任何的期待，我们只是给他一个礼物，你看他们的出来多少在扶他，多少这样，多少在帮他，我们认为已经很棒。那其他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，因为我们认为说对孩子期待，并不是说这个孩子行为从此之后就变好，从此之后他们风华相当，从此之后他们就做一个成功的人。我从来没有这个期待，因为这个期待是一个非理性的期待。我们的期待就认为说，在这二十天当中，我让他知道你是被重视的，你是被关心的，你是有价值的。自己洗啊，什么都尽量自己做。像我的话，我还比较晚了，但是自我打理能力很好，只是比一般的都还要早熟。
现在要回那个很久很久，就是蛮陌生的家里面，就是曾经熟悉，现在是陌生的，感觉很像回到故乡的感觉，是，然后很像游子已经游子客回他乡的感觉，就很奇怪，就是复杂，也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连从小对他们刻板印象啊，觉得他们很凶啊，霸道不讲理啊，混蛋啊，我现在觉得说应该要给他们机会，告诉他们啊，因为也想过啊，他是没有那种自我约束，所以他们也是一个需要被关怀的。因为我觉得说我可以调试过来，然后他们能不能调试我不知道，因为真的要重新认识一个人。那我就白提了，已经只剩不到一小时时间了，对不对？还是要提，比较沉重一点嘛，因为只是说我不是比较想说你们进去了他会怎么样，因为他觉得说他应该生气，说为什么跟他讲，不知道了，因为家里蛮乱的，弄什么？宝宝，那我先走了。今天是开课，今天开正式开课，我们就教一教嘛，师父引进门嘛，学习在个人嘛。台湾所有的矫正机构都会骑一轮车，那有人说他六个月后就要出去了，啊，好改变了，啊，过了两个月干活就可以干嘎。我们现在以后啊，会有一轮车的这个推广活动啊，会有几样的功夫你学会以后，就给你一轮车的教练执照。那你凭着那个教练执照哦，你可以好干哦，有点奖金呢。抓着栏杆之后，脚慢慢往后变成是平的。如果一只手还不习惯，就两只手抓，两只手前后动。哎，这样子，两只手前后动，一直抓。我当初学就像这样啊，刚开始学真的很累，真的很困难啊，对啊，一直抓不到那平衡感，心里会很气。但是就是不要放弃啊，就是跌倒再起。往后一点点，向前一点点，慢慢一点点，就上去了。我有，哇，你要快了。他以前是被人家欺骗的，主啊，他以后要成为别人的帮助。
我们仰望主将敬礼圣道路交在你手中，主啊，你亲自带领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。阿门。这里环境很好，让我忘记我爸打我、怎么打我、骂我，让我忘记那些伤痛。虽然他这样打我，可是来久了之后也会去想我父亲啊、我家人啊，有点开始有点想家。安置机构再怎么好，对静敏来讲，他终究是一个矫治平台，没有一个青少年愿意哦，在他最快的时间。六点起床，七点吃饭，什么时候都替你安排好好，没有一个青少年愿意，哦，但至少他了解这边是对他好的，所以他愿意去服从这些所有的规定，为了脱离家暴那一些。等他知道他父亲已经戒掉酒了，后悔了，他回家那个心就非常非常的强烈。每一个父亲，他再怎么样。孩子从小跟他长大，他永远是孩子心目中的英雄。到家了，开不开心？蛮开心的。还要听话呢。OK。嗯。今天要带跟杨丽一起去注册。哦，我国小五年级我就中错了。他有读国中啊，但是我读两天。现在我认识到国小快毕业了，我就没有读书了，已经跑翘课了。所以现在读高中啊。很大的荣幸嘛，但是还是觉得会很难。毕竟离开学校这么久，叫我再回到学校，其实对我来讲，我觉得蛮困难的。对啊，有点会怕读不下去啊。对啊，但是像独轮车这样啊，坚持下去应该是有办法的。前进，开南逐梦，梦想。好了，学校到了，我们要进去了，拜拜。有点紧张，可是一直想尿尿，不知道怎么这样，感觉怕怕的啊，然后又感觉又惊又喜那种感觉。这个边间到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坐上飞机啊。我们也带了三部一轮车到美国去给他们看。出发了，去美国。没有了，飞行少年飞美国去了。想不想救回来给他吃？所以我们是希望爱少女学院，哎，这是希望爱少女学院。那你可以看我们那个照片里面是没有围巾。嗯。这是我们的地方，你先看一下。去我们那边学独轮车。你们我们一轮车变的。有吗？我们要学。好。我有力一点的，再握下去，大力一点。严重没有，就这样。
是你把力气发挥出来，但不是打的，很热情的跟人家握手。走出去一点吗？拜拜。行了，再贴近一点。啊，对对，你就这样看，然后。好嘞。冲去冲去冲去，换一个方式呼吸，给有你的假期，这世界不可思议的天气，想找回真自己，因为我不曾忘记这一个我的心情，只有我能接你。不错不错，好，不要超过那边了啊。哎，我要听他一下。拜拜，快帮我给那个。